最近收到好几位老铁私信，让我再吃下马棒会给我双击啊。哦不。漏它。下麻吧啊。哎，我还是来个长一点的吧。啥玩意儿？这咋还有水呢？一进来给双击的都是大老板，没给双击的都是将来的大老板。哇，将来的老板老板娘们，给个双击啊！象拔蚌。嗯，蘸蘸辣椒油吃绝对棒。双击，烤象拔蚌，比较鲜呢。大妹子，我这油炸象拔蚌绝对给你安排上啊！喜欢的老铁们给小仙女来个双击，妈这成本太高了。哇！妈呀！双击双击啊，宝宝们！啊！快去加个宝宝喝水的那个。油泼好的象拔蚌特别香啊，老铁们给你们吃一个。哇塞，嗯，好吃。这是啥？这是蛋蛋。油泼才好吃，这样才过瘾。
看看。天哪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么大怎么吃啊？哇塞，吃这个，这好吃啊。嗯。